大家好，欢迎收看《真机队》，我是杨基杨队长。大概是因为啊，这一阵儿朝鲜半岛的气氛被渲染的似乎是一触即发，加上啊 B 站里到处都是野生武学家，大家对我啊最近这两期半岛题材，特别是比较小众的韩国陆军部队的故事，还是很支持的，非常感谢。已经讲的是两个老资格步兵师团了，外加一个机甲旅团和加强级部队。 咱们啊也得换换口味，我先挖一个首都机械化不兵是大坑，放在这里。本来想说啊，前两天老八空军来了一波针对伊朗境内极端组织空袭，据说出的是歼十 CE 和枭龙，以及翼龙二和 A 一百元火的组合拳。但到现在吧，也没有完整的实锤。那咱们还说点有根有据的，就说老八空军一月十六日发的那个宣传片吧，片头里。 Fc 三幺与歼十 ce 和枭龙三足鼎立，象征着这个巴基斯坦空军飞向现代化征程。毕竟啊，空军参谋长前一阵说了，购买 J 三幺隐身战机的基础已经奠定。那么在正片里提到巴空军要引入五代机的时候，二零一四年珠海航展画面就得用上。反正呢，上周阿姨的军评，这周的直播都安排了，我就不细说了。歼十 ce 两边各五架。 空优涂装的和迷彩涂装的分列两旁，算上飞行表演时，同样是满挂空空导弹，通场了三架，十三架歼十 C e 给足了到场的贵宾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面子。那作为地主，空军参谋长西渡自然要请穆尼尔东看看西看看。无人机这一块地面展示的以土耳其货为主，游骑兵啊、他宝二啊这些，得说这两年啊。 巴土合作非常密切，无人机载弹药、蜂群、续飞弹这些，无论是在展示现场还是在宣传片里的戏份都很足，感觉要不是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可汗五代机首飞鸽了，也得给他呀留个一席之地。不过到了飞行表演部分，展示的还是我们的翼龙二、地空导弹、雷达这些，没啥说的，绝大多数是我们帮着打造起来的。大伙儿也清楚，画面里啊。 想表达的是 F D 两千这些，结果出来的却是我军的 S 三百 P M U 二红旗十六 A 打靶的画面。可见啊，天下军宣是一家。甚至于在展示歼十 C E 时，更是悍然出现了空天猎里头展示歼十 C 机炮面板那段。我们知道啊，那片里给歼十 C 瞎整了一个和侧卫一样的 G S H 三零幺单管航炮，而非祖传的二三杠三双管航炮。 结果这个 bug 也被老八照单全收。有时候啊，外国人的口味啊，确实很难说的。我们还是接着说片里的其他部分。为了烘托一下气氛，老八空军把手里一些个勉强算大的飞机也划拉过来。为了强调是新机，所以最大的伊尔七八都没来。 倒是这两年，华的什么二手 C 幺三零 H，乃至 A 三幺九、波音七三七等专机、货机，跟什么比奇空中国王啥的并列在一起，以及一架瑞典制造的萨博两千预警机。与之对比，入列时间更晚的 ZDK 零三，不仅没来，在宣传片里唯一一次亮相只有短短几帧，而且是与幻影三、歼击 PG 等一起被列为逐步淘汰的遗留系统。 这就让不久前有关巴空军即将退役 ZDK 零三预警机的说法，现在至少是有了一个官方证据。那我们就要回头论一论，当初老巴买 ZDK 零三的时候是怎么个事实经纬。最早，巴基斯坦是二零零六年跟瑞典谈说买四架萨博两千，但买预警机可不是说啊，光买了飞机就能打通体系、生成战斗力的。 三包公司开价全套是九点三三亿美元，给你介绍好，从地到空的全套，给老八吓得说啊，那算了，我先买两架尝尝鲜蛋，别的先不要了。就这，算上最起码的后勤保障，也是一点九四亿美元出去了。转过年来点，老八是零八年找咱们洽谈 ZDK 零三合同里明确提出要求建设覆盖巴基斯坦全国的空地一体化信息系统。 预警机本身要求中方配设任务规划系统、地面接入站、各型数据链接口。与此同时，还要构建从地面雷达网到通信中枢骨干网，再到战区情报网、最高指挥部的作战指挥体系。更重要的是，能兼容瑞典预警机，以及最重要的价格还得便宜。您说说，这合同是又要这又要那，八方就差说要拎包入住了。然而。 总价也就是五亿美元出头，钱呢只能从预警机身上往下抠了。结果就是四架 ZD K 零三平均每架低到了六千九百五十万美元。作为对比，老八的萨博两千机队二零一二年遭遇恐怖袭击受损后又补了一批，这批飞机单价是九千四百九十五万美元。反正啊，就老八买预警机这个单价，总给人一种十几年前。 在杂志广告上看一个哈笔记本电脑价格的感觉。总之啊，咱们这个体系给人搭起来了。二零一一年七月，卡拉奇边上的曼苏尔基地也开始盖棚子，因为原则上是要保持一架值班机，所以是四架机盖三个棚。二零一二年初基本竣工，得说哈，连个棚都这样，也算是抠出一定境界了。而从二零一一年首架 ZT K 零三交付开始，八空军预警机项目办公室。 都会对每架飞机的分系统性能进行严格考评，有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不接收。虽然啊，在我们看来，多少有点钱少事儿还多之嫌，但也算是某种他山之石。总之，到一七一八年，第二批萨博两千交付时，巴空军已经要求我方厂家对 ZDK 零三的任务电子系统进行了多次升级改进，使其任务成功率翻了一番。 这个数字对比，客观上说吧，说明巴空军一开始对 ZDK 零三表现啊是不满意的。但刚才咱们也说了，一分钱一分货，不到七千万美元的预警机，你还想咋的？再说了，怎么成了七千万？老巴您自个儿没数吗？咱们还是接着说啊，说这两年巴空军频繁参加与土耳其等国的联合演习，不仅见识了各路先进战斗机。 还见识了代表美国十年前外贸预警机水平的 E 七或者叫 E 七三七，觉得哎这个强，咋就不想想人家掏钱的时候有多大方呀？而自从我军的空警五百于二零一八年底首次参加中巴空军雄鹰七联训之后，历次联训里它都是我军的核心装备，那老巴对于空警五百的渴望也就越渴呀越旺，人家的逻辑也简单呀。 当年修营期，我军头一次出门了，除了空警五百，还有歼十 C。那不到四年之后，老八空军就在二零二二年春天迎来了首批歼十 C 一。那现在又是两年过去，空警五百仍然没有要出口的动静，老八心里哈、啊、指定有点急。你要是不出口，每年这我晃两下子啥意思呀？现在老八空军宣传片里又把 ZDk 零三列入逐步淘汰的遗留系统。 到了这一步啊，真不好说。这到底是双方心里有数，无非是搁这喊价还钱，还是说哈、啊、老八打算玩个什么？啊、看谁先绷不住，决定后退一步这种心理战。反正我觉得对着诚心诚意给您是从零开始建设全套预警机系统的全天候友谊，整这么一套迷惑操作，挺难评价的。而且也不是说哈、啊，咱们现在做生意就怎么讹人了，首批。 歼十 CE 的合同内容去年已经公开，二十架飞机，二百四十枚 PD 十五，15, 加十台备用太行，以及培训保障这些零碎合一起，首付二十七亿人民币，剩下一百零一亿走年利率四点一五的低息贷款，十一年还清，平均一架飞机加十二枚 PD 十五，15, 再加半台发动机，兑成美元也就一个亿，应该说啊，配得上“还想咋地”这四个字了。 我相信，真要是接着卖预警机，咱们的价格那也肯定是童叟无欺，更不要说之前我们帮他们建设的那套全世界也没有几国家有的覆盖全国的空地一体化信息系统。虽然说要把新机接进来，少不了一些个升级改造，但也不至于说价格不公道。再说了，老八空军又喜欢拿着中国制造搁他们那些个兄弟国家跟前献宝。 那我们在考虑提供现役主力预警机的时候，内外有别的问题啊，不容忽视。这可比一架战斗机更能反映一支现代化空军的作战思想和行为逻辑。所以卖上一代空警两百，或者说再弄个外贸的，而非直接卖空警五百，的确是一个选项。但如果老八队升级 ZDK 零三，或者说我们给他造一个新时代的 ZDK 什么，就是不满意，就是觉得。 你都卖给我歼十 C 了，那我要扣你五百，理所应当。那也没招儿，得说这个世界啊，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公平。有些国家到现在还只能用米格二十九和苏二五，尽可能的模仿一下八一个红鹰的几个经典表演动作，在最高司令官面前过过干瘾。有些国家就能手握来自全天候友谊打造的先进空中作战体系，挑肥拣瘦。 只能说呀，希望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吧。国家战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网站，我们秉持全球视野、中国派的理念为大家制作节目。想支持我的朋友可以加入付费到观察员”，年费一百九十八元，宣传码五二八一可以立减十元。现在充值或者续费可以领取《将军的冰箱贴》和《大国远见：治理改革与市场建制》等六本图书中的随机两本，送完即止。大家赶紧行动吧。好的。 本期《这经段就到这,这里，我们下期再见。